太远了。近一点，太远了。闯入猴人的派对，我要用便便揍你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他们在对我们的九元素做什么？臭小子，那些是我们的飞行啤酒罐。这一组把我带回来了。哈哈，你还看得到的话，那还没走多远嘛。哦耶，快好了。只要再一小撮，哎呀！
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太苦了，加一点蜂蜜，一根甜甘蔗。对了，加一点玉米如何？没错，就是玉米。不对，胡椒。哦，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哎，没差，反正快完成了，没东西能阻止我。如果放着不管的话。该不会？你好。这种协调的味道，令人陶醉的香气，这是完美的佳酿。风暴烈酒的名号，将会再一次的响彻这片山丘。高叔叔，这个酒坊是你要负责照顾的，你做了什么？又是你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终于赢得名声，酿出完美佳酿。用什么代价换的？酒坊已经毁了，糟蹋了。小问题都是小问题。店里面居然还有兔妖。听好，老陈，并非每个人都能放下责任变成英雄，在悚然荒野除暴安良，拯救世界。我们之中有些人只是艺术家。我想酒坊好像失火了。对，有时候是这样。嘿，有什么好故事吗？嘿嘿，坐下来喝几杯吧。哈嘿，嘿呦，你需要喝个几杯？我又因何而醉？解渴提神畅开怀，映入眼帘皆美女。对我们而言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厕所到底在哪里？本人何以酒醉不醒，体重何以毫不见落，酒虫使然。也许可以找到更好的理由。你知道什么比喝啤酒更痛快吗？自己酿酒，然后喝掉，然后再喝一杯，然后一拳打在某个人脸上，这就叫痛快。哦，没错，这种酒会让你直接趴下。哈嘿嘿，碰到麻烦了。你好，欢迎，聊聊你的旅途吧。你好，